我高中第一次约炮的时候，其实那也不算炮，就是 SM 打屁股那种，然后对方就会拍片。等一下，什么？高中，对，好棒哦！拍片你还是要 for 拍片的叫法，所以爸妈可能会听到，对他们可能就在外面看电视。包巾很短很小，去吹那个包巾的时候，我觉得那种羞耻感也会很好看。我问一个，润滑加润滑，手指头慢慢的进去，或者你把它舔一下。那如果是一个完全没有肛交经验的男生，怎么样让他可能愿意跟你肛交？因为我一直失败，我在想是不是哪里不对，我想问专业的。那些我都可以接受。凯莉真的是良家妇女了，对不对？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去床上拍一张合照吗？好啊。你有恐女吗？